去到第七日呢，就去咗金川道文化村。在旅游资讯中心那里买一个地图呢，就可以吸引仔换明信片了。金川洞最大的特色呢，就是有一些彩色的屋仔和一些艺术雕塑的，而且会有一些进驻在这里的艺术家都会教一些工作坊的。如果要很仔细地行完整个金川洞，一日的时间都未必够。咁之后呢，就去咗太中台啦，咁就会搭一个游园车去唔同嘅景点嘅，就例如灯塔、展望台同埋一啲寺庙嘅。再之后呢，就去咗南区嘅 Racuna Matata 嘅。去到依间软红咖啡咧，每个人都要嗌一杯嘢饮嘅。咁我就嗌咗一个番薯 latte 啦。咁呢杯嘢饮系超重番薯味啦，好好味嘅。咁你都可以买一啲零食啦，就可以入去喂嗰啲软红啦。咁喺依间远红咖啡嘅对面咧，都有一间动物咖啡嘅。夜晚咧，我哋就喺海云台嘅锦绣河豚嗰度食河豚料理嘅。我哋就嗌咗一个四人套餐啦，就有河豚汤、河豚刺身同埋凉拌河豚皮嘅。咁另外都嗌咗一个炸河豚啦。咁河豚嘅肉质咧就好大拿嘅，但系炸河豚的肉質是更加大拿的，所以都挺推薦大家去吃這個炸河豚的。第二朝朝早吃完一個雞肉飯呢，就去了海東龍宮寺。之后呢，就去了东府山的乐天摩啦，就是一个欧莱来的。
在 Loteria 那里吃完，晏昼呢就出发去釜山大学。咁第一站呢就会去咗 Farm Vintage 嘅。咁呢度啲古着呢大概喺万零汪起嘅。跟住呢就去咗第二间古着店叫 Safree 嘅。咁呢度啲古着都会有做特价嘅。跟住就去咗 Findo， 咁嗰间铺头就行文青路线嘅。咁嗰度啲衫都系二手啦，但唔系啲好旧嘅古着嚟嘅，但系啲款都好特别。夜晚就食咗烤肉做晚餐。在最后一日搭飞机之前呢，我们就去了海云台的美术馆。今次我去的展览的主题就是时间，里面就有很多不同艺术家的作品啦，呈现他们对这个主题的看法的。之后都去了看两个艺术家的画展。我觉得最特别的作品呢，就是这个由韩国艺术家做的直胶雕塑。他将空气打入去这个直胶体和抽出的原理啦，去呈现人变老的状况。咁食埋呢餐最后嘅韩式料理咧，就搭飞机翻去香港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咁而家咧就会分享下我买咗啲咩嘢嘅。我去釜山美術館嗰時，入口嗰度都可以拎一啲明信片。我喺金川洞嗰時都買咗一啲明信片。喺嗰度吸引者咧，就可以換到明信片。跟住咧就会分享一下我买咗嘅古着。咁呢一件白色雪纺恤衫咧，我就喺 Farm Vintage 嗰度买嘅。咁佢呢一个位咧就做得好靓啦。咁而且佢后面有一个特别嘅位咧，就系佢嗰啲钮咧系做咗喺背面嘅。咁你着嗰阵时咧就唔会见到啦。咁我喺 Stay Free 嗰间古着店咧就买咗两样嘢嘅。咁第一件咧就系呢一条长裙啦，咁我觉得上面啲花纹好靓，同埋佢成个颜色个通咧都系好靓嘅。不过但系呢度影出嚟就唔系几睇到。呢条裙咧本身系万八汪嘅，但系之后咧佢做紧半价优惠啦，所以系平咗劲多。咁另外咧就买咗一件牛仔布嘅围裙。之后咧，我就喺 Findo 嗰间铺头咧买咗呢一条连身裙。咁呢条裙咧就做一个菱形嘅花纹啦，咁佢系即系你摸到嘅，跟住令到成条裙好有质感。
咁今次呢條片就去到咁多啦，拜拜。